好，那个忍者，我们刚刚讲忍者，其实忍者比较说我们去选择，人是像我们讲说天择，天择这个事情是请问有没有选择？大自然，大自然没有啊？是选择还是大自然不小心的？不小心。哦、比较像不小心，比如一个陨石掉下来，是老天爷故意把陨石丢下来吗？还是说看不爽这个地啊？可能比较像是一个意外，或者像是一个自然不小心，就是造成一个现象。那忍者，我们叫人，因为人我们是有意识的去选择。比如你想吃红豆，可是有些红豆可能吃起来很甜，有些红豆吃起来没有那么甜，或者有些吃起来粉粉的，或吃起来比较脆脆的。那你喜欢吃什么红豆？哦，我只举个例啊，我只举个例，我没有说真的是吃下去的，我只举个例，有些红豆可能比较容易煮熟，有些红豆可能没那么容易煮熟。那这时候你是农夫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说红豆是南国。你是农夫，你会说？我会煮久一点。不是，煮久一点，你叫人家煮久一点啊。对啊。你会怎么做？像你是农夫，你会怎么做？会加糖。我会把它泡烂，让它流掉。你看到这么多，你种出来的红豆，你会说，哎。这红豆看起来比较胖胖的，红豆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这红豆看起来比较圆或怎么样，你会分全部打烂。那这时候你可能看说，哎，这个红豆，胖胖的红豆可能煮一下就煮熟了，而且煮起来很好吃。我会这样。所以你是不是想保留这种红豆？对。把其他的红豆尽量去掉。全部打烂。对，所以你会挑，我先种了红豆之后，红豆长出来了，我就去看它果实，哎，这长出来比较胖胖，这种看起来胖胖的，这个留下来。瘦肉的呢就全部就丢掉了，不要了。你怕别人？好，不要让它运走。接下来呢，再种下一遍，全部拿这个胖胖的这种红豆去长新的红豆，对不对？就种这一批，哎，长的红豆，哎，可能有变成80%都是胖胖的，剩20%是瘦肉，但是20%瘦肉就把它去掉，不要，再拿这80%去做那个配种。看我红豆越来越少。然后接下来你呢，长出来红豆就比较多，比例是比较胖胖圆圆的。比较好吃的红豆，好，那是我们经过农夫这样不断的选择，不断的选择，就叫做忍者。所以你现在看到，比如我们去吃稻米啊，这叫做蓬莱米，这叫什么什么米什么米什么米，啊，再来米，这些都是经过选择的。我比如我这个农夫，我选择这批稻子的种，哎，去配出来，长出来稻子好吃又 Q， 啊，煮起来这个米很 Q， 很好吃，很香，有的米香。什么？学校都吃不到这种东西。学校吃的是糙米啊，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香。超级饿死。啊，这不用跟我讲，谢谢。你可以下午那个智慧都反应。我已经反应过了。那可以再去反应，好不好？好啊、可以坚持你的反应啊，持续反应。到我对。一次。再可以再提啊。好，所以这是人的选择。我们经过我想要什么，我去选择。就像马也是一样啊，哎，我觉得这个马不会跑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，而且这个叫做种马，啊，或者种鸡、种狗、种猪，听过吧？有。为什么都叫种马和种猪、种鸡、种猪？其实叫它配种，因为我是农夫，我养这匹马或这只猪，我觉得它的肉，这只猪所产出来的肉都很好吃，我就挑比较身体健康的，啊，比较强壮的。猪当种猪，让它去配，我就希望它配出来的猪会长那个样子，所以就挑，适当挑适当的猪当种猪。但是我觉得其实种猪、种牛或种那种都很惨。这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但是我们人类，我们人类有原始只能盖从小哦。停啊！因为它没有东西只能盖从小哦。没有东西只能没有东西。我们现在，我们人类，我们农夫就会挑我们想要的去。做育种，会让它持续的繁殖，啊，会得到，因为它的基因比较好，因为我发现它基因比较好，它长出来肉比较结实，会比较好吃，我们就让它去持续繁殖多一点，那多一点之后呢，它就我们就可以长出这么多类似的小猪或小鸡或小狗，好，那所以会去挑嘛，那这个忍者，或者是你植物也是一样啊，譬如因为我想喜欢玫瑰，我喜欢很像很像的玫瑰。所以他是把香比较香的玫瑰拿去配种。你刚说小鸡、小猪还有小狗，我刚没讲小狗，小狗也是有的。吃？不是吃啊，观赏吃啊。小狗都吃，小狗可能也是很喜欢看观赏啊。我觉得说某种狗比较聪明，它养那种狗。哎，猴子下来，
耶，边境牧羊犬，臭球皮，猴子下来，所以这是忍者，认真清楚吗？什么叫忍者？什么是忍者知道吗？什么是忍者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来解释一下嘛。人的选择，然后嘞？人的选择是我们要配出来的育种。OK， 就是你觉得说，你觉得这个基因不好的，你就不让它生了。美国，你就不让它繁殖的。就是那人类把它灭绝的东西呢？什么？人类把它灭绝的东西？就例如什么一种物种被人类灭杀。白人曾经把黑人给。我先不讲这个哈，这个是基本上另外，那其实不是，那不是忍者啦。嗯。其实那不是忍者，那是。我讲忍者是说，我们人选择要的东西，我就让他鼓励他繁殖，我就协助他繁殖。我不喜欢这个东西，比如这个不好吃，我就不让他繁殖，我就把它停止，不让他繁殖。我们可以创造生物。我们可以创造生物是，等一下我们再讨论。那这是一种，这种人的选择，选择对你有利的。可是刚继承讲的东西是，因为人喜欢就导致灭绝也是有的。比如说我喜欢这种，因为我们人很多人，以前中国人说，犀牛角有中药的疗效。就拼命的砍杀犀牛，把犀牛的牛角拿起来用，对不对？就犀牛就快灭种，好，甚至我们家大象的象牙很漂亮，我可以拿雕刻很漂亮，就大象为了两颗牙就快灭种，它一直不断的被砍杀，被猎杀，对不对？什么？可以先锯掉。锯掉，锯掉它就活不下来了。为什么锯掉活不下来？因为它没有什么抵抗力啊。它没有攻击力。它没有。我们可以去大象墓园。对，大象对面这样。好，那像那个像老虎也是一样啊。啊，我们说虎皮，虎鞭、虎胆，鳄鱼皮做皮，是很好的这个很好的这个叫什么？哎呀，虎鞭。我们中药，所以老虎就被大量的猎杀，就死掉了。啊，就让它灭绝。还有鳄鱼来做皮包。可是鳄鱼不一样，是鳄鱼现在开始有没有养？好，因为我们人类需要，可能那么多鳄鱼的鳄鱼皮包、鳄鱼皮鞋很好看，那鳄鱼肉听说很好吃，听说不太清楚没事。广东菜吗？据说好，那所以就有人开始养鳄鱼，可是你养鳄鱼去做这个事情，那鳄鱼会繁殖嘛？这是忍者的一种，这就是忍者的一种。可是你，比如我喜欢老虎，我如果把老虎拿去饲养，养一堆老虎，然后就会发爆。好，那可能你也可以。也可以，这个怎么讲？你也可以当忍者，我们把甚至你说，这个虎皮比较漂亮，我就开始繁殖。你可以当食物了。可是为什么很少人去养老虎啊？也会变食物。啊？会变自己会变大食物。自己变大食物。那你去森林里面抓老虎，不是会变食物？比较小机会。好，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我觉得应该是食物的问题，因为老虎的食量很大。你要养老虎的话，去换一张皮，那个皮一定很贵哦。所以反正大自然森林里面那么多老虎，打一只就有一只的钱。好，你放竞技场里面给他去努力。我不用什么成本啊！你看我去打猎，我可能只要带个枪，技术好一点，我一把一个子弹就可以打死一只老虎了。可是我养老虎，我去繁殖老虎，你看我给他多少食物吃啊？不是，是老虎。我觉得老虎这种动物应该，因为它子弹不够吧？看你打哪里啊？好肥哦。因为像熊的话，你说打它打到要害的话，它一个车都把你打个半死再死掉。为什么？就之前那个电视上说的。OK， 好，那看你用什么子弹。人称。还用看你用什么子弹。好。OK， 这忍者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你经过人的选择，选择你要的，所以你要让它帮它育种，就它这一种越来越繁殖越来越多，那其他你不要那些种就繁殖越来越少，就没有了，不见了。就像没。白人歧视黑人一样，他们觉得黑人是混血种，所以虐待他们。所以怎么样？啊，天子了，不是天子。有吗？那你觉得现在在美国是黑人越来越多，还是白人越来越多？没有，我说以前。所以就像那个大人，所以白人歧视犹太人，等一下，所以然后停，继承。你太习惯一直不，等一下要讲话啊，宇龙说。所以白人那个帮助黑人去繁殖，所以现在才有黑人。不是这样的，人的部分比较难说啦。说我们到底是人，因为人本身选择对你有利的，但是我们没办法选择别人，就是选择人种的繁殖啊，是没办法选择。曾经有一个国家想做这个事情，就是希特勒，他认为犹太人是劣等动物，他把犹太人给灭掉，所以他说集中营把犹太人给灭掉。犹太人灭掉吗？没有，完了烂死。
那希特勒在烂死，什么意思叫烂死？希特勒很废啊，犹太有，看蛮骗的，跟才认识多。希特勒认为只有他们的那个什么？德国人。德国人不是德国人啊，那日耳曼吗？那日耳曼，日耳曼民族最优秀的，他要把除了日耳曼民族以外的民族都给他。但第一个他灭绝是犹太人啊，那至少他比任何黄种人是优秀的。就那个日本联手没有？好，那第四项是基因工程，基因工程跟忍者有什么不一样？连犹太都消灭不了。基因工程跟忍者有什么不一样？基因什么啊？基因工程。基因工程跟忍者不一样，忍者是体验查克拉。什么？什么体验查克拉？什么体验查克拉？忍者是提炼查克拉，然后基因的话是量改造。基因工程是基因改造，基因改造跟忍者有什么一样或不一样的地方？基因改造。基因改造，为什么要做基因改造？因为那人为。修一改造。黄豆。修一。哎。你看。哎，是。哇，那现在已经上，现在坐下面。哦。这是我变的啦，但坐才不会晃啊。哎。主要是晃凡事。好，基因改造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做基因改造？哦，因为。基因改造又太小。方便什么？来举手讲话嘛，不不不不不。那个容易摔的。举手讲话好不好？啊，是。这个变得好。讲慢一点。卖相比较好。卖相比较好，基因改造卖相比较好。基因改造，你讲卖相比较是什么东西？基因改造。番茄。啊、哦，番茄的基因改造是为了卖相比较好。好，还有什么？你们听过基因改造是什么？黄豆。黄豆，黄豆为什么要基因改造？黄豆啥基因改造？啊是，小白，你刚不是哎，不，你上一节课说什么变性人的算吗？变性人不是啊，变性人是基因改造。打什么女性课？打女性荷尔蒙不是基因改造，打女性荷尔蒙是因为用生长激素是促进一些某些，譬如人应该这样，譬如人经过雄性荷尔蒙刺激，你可能就会长喉结，你可能就长胡须，啊，那你如果经过女性荷尔蒙刺激的话，你就长胸部，对，讲话声音就比较。你看长胸部是很屌，我想试试看。应该试试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应该试试看。好，那弄回来。后面题，举手。是你吗？打了以后能弄回来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是医生，我不是医生，我不知道。感觉就皮那个。对啊。后面题。被揉了。基因改造还是原因？基因改造还是原因？刚刚讲黄豆，黄豆为什么要基因改造？为什么我们用黄豆？大豆。为什么要基因改造黄豆？为什么？不好吃。上课。基因改造不好吃，是太难吃才要基因改造。太难吃才要基因改造。为什么不做？所以你要把它改造成好吃一点。那请问好吃的基因是什么？好吃的基因是，好吃的基因。生长剂。生长吗？啊？你要生长？黄豆长，黄豆可能长特别慢，然后就打生长剂。不是打生长激素，我现在讲基因改造跟生长激素没关系的，基因改造。哦。什么是基因改造？那马上就回来，什么叫基因改造？太小吧。什么叫做基因改造？就把它基因改造。如果你再生了。把它基因改造，怎么改造？怎么改造？基因改造。把它 DNA 换成另外一个比较会长的 DNA。OK。比较强壮的 DNA。比较强壮 DNA 哈。我们经过人类现在目前生物学上的发展，它已经可以把一个 DNA 做解读。好，比如我们讲 DNA， 像一个人的 DNA 可能几千万种不同的序列，啊，植物也是这样，植物倒没那么多，植物可能只有几万种，然后他去查所有的 DNA 里面呢，他发现，哎，比如这个 DNA， 这个基因，这个地方，不要没有用，这个基因，这个 DNA， 上课呀，某一块的 DNA 呢，它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到它的。生长，譬如它变得比较胖一点，它变得比较瘦一点，或它变得比较长一点，或变得比较短一点，或比较高一点，比较矮一点，或者是比较吃起来 QQ 的，或者吃起来不 QQ 的，甚至有些 DNA 有些基因是跟病虫害有关，它的 DNA 的话，虫比较容易来吃它。啊、哦，那像黄豆的话，比较是这样的，它改造。还有这，就是那个是。把它改造它的基因，让它不怕除草剂。OK， 不怕除草剂也是一个，对，没有错。啊，除草剂啊，不怕那个，就是我们不怕除草剂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不容易死。对，不容易死啊！为什么要找到这种不怕除草剂的 DNA？ 因为这样就可以撒农药啊。好像就可以撒农药，就我种的是黄豆，那就可以旁边撒除草剂。
他以前种黄豆的时候，你撒土壤进去，黄豆会死掉，真的死掉。所以给他基因改造之后，这黄豆不怕除草剂，就要撒除草剂，这黄豆不会死。好，这个是游戏里面的升级系统啊。对，升级系统。或者除虫剂。除虫剂，对，反正 anyway 就是做这些东西啊，让这个植物不怕这些事情，不怕你的农药，不怕你的毒药，不怕你的杀虫剂，所以这样植物是好的嘛？这样植物对人是好的吗？不一定。不一定啊，那实际上当然有派来反对，是大部分是不好的啦，因为他认为说这个人类这个所有动物所有的基因的存在，是让它深深相克的道理。可是如果你就用人类的智慧去做 DNA 的处理的话，实际上你没办法处理得非常好，那所谓那个深深相克的原因就会消失掉，反而会造成一些不平衡。所以有些人不吃基因改造的黄豆，哈、哦，那个豆浆啊，基因改造的大那个黄豆都不吃了。好、哦，那像我们现在还是有人在做基因改造，都做研究，因为像人类有时候会做基因改造，比如说什么时候做基因人类的基因改造？我知道。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，在有男人想要变成女人的时候。哦，不是这样的，你想要做你会说你这样讲说。比如说这是一个男生，他想变女生，你就把基因改造，请问他有多少基因要改造？全部。不可能啊！依照啊，通常我们的基因改造是他变受精卵之前做基因改造，哦，不是在受精卵之后做基因改造，哦，在成为受精卵之前把他的基因做改造，改造完之后他开始分裂，才分裂成你想要的。是你说。人工受孕是什么？人工受孕啊，人工受孕就是卵子抽取出来。对啊，把卵子跟精子在外面。结合了，那可不可以只要把精子在外面弄进去就好了？哎，不太行。那不算，其实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。这样的话就可以先弄出来，然后自己选一个想要的儿子，然后再把它换。没有错啊，就在做基因筛选啊，在做精子筛选啊。天才宝。你讲的东西是精子筛选，没有错啊，自己有这样做。比如说，像有些人想生男生或生女生，他就把精子先取出来，精子去做筛选。筛选把那个 X 的基因，具有 X 基因的精子全部筛除掉。它可以这样。对，可以这样做啊，所以它就是比较容易生出奶的，是有这样做的哈，是有这样做。但是现在目前这事情是被禁止的，不能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是让。男女比会那个。这禁止应该不是，我忘记是法律禁止还是什么，应该是没有法律禁止，但是就是道德上我们尽量不要这样做了。那打手枪的人怎么办？他全部都剔除掉了。好，那个演化里面说到说，我们人类是人猿变成的。那现在的猩猩会不会变成人类？应该不会吧。为什么不会？有可能已经停止了演化。是吗？它停止演化了吗？对啊。猩猩。它停止演化了吗？应该还没吧。猩猩都在吃太阳花，你看这不是进化吗？